他说的他的家比人家粉丝都多呢。死亡啊，别说这，好几百万粉丝。哎，这我那么磕碜的卖这个，大傻，网红。操啊！你说的啥他都明白是吧？大傻，你今天有点不要脸了啊！我们兜都这么伺候你啊！ 660万网红挣揍你，真抠呢！比我都狂你。兜儿不给他找了，不给他找了。不给他找了。哎呀妈呀，还摸人家手呢！哎呀妈，还摸人手呢。不是你在我看着他爽吗？爽。 这红的来，放了个红的来。